来宾、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2021越戏越精彩广东省地方戏曲传统折子戏展演的第一场演出现场。首先，我向大家介绍一下光临这次演出的嘉宾，他们是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一鸣，欢迎您。广东省艺术研究所所长王伟，欢迎您。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三级调研员李月梅，欢迎您。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艺术处一级主任科员陈可言，欢迎您。东莞市粤剧发展中心主任陈应和，欢迎您。东莞市文化馆副馆长何超群，欢迎您。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博大和精深这两个词在中国的戏曲艺术中得到了完美而立体的解释。中国的戏曲艺术是带有中国特色的艺术，也是中国所有艺术形式的集中展示。对于歌而言，它可以舞；对于说而言，它可以唱；对于杂耍、武术等而言，它又有故事情节。今晚第一个上场演出的剧目是粤剧《吕布试马》。粤剧《吕布试马》讲的是三国时期战将吕布收到李肃送来的赤兔宝马，喜出望外。此马号称日行千里，夜走八百。吕布为试赤兔马英姿，携众带马至郊外空旷处，赤马生性暴烈难驯，吕布顿生豪情，并以高超的骑术降服了赤兔马，得以回营。演出单位是佛山粤剧传习所、佛山粤剧院，我们一起欣赏。
已经备好。好，战马嘶吼。哎呀，好威马！好威马！耶！
马敬泰小人之过，不奉是人。初时战马，岂能冒险万劫？在怒将事后，是雷起战鼓，哈！试看此马上阵如何？是。后有令，怒将事后来起征管。起战鼓，我应去呀！这，
西秦戏《秦香莲杀庙》，故事写的是陈世美得中状元后被召为驸马，秦香莲携儿带女上京寻夫，陈世美为贪图荣华富贵拒不相认，并将其赶出宫门，因怕欺君之罪暴露，即遣宫中护卫韩琦追杀秦香莲母子以图灭口。韩琦追至三官堂，得知秦氏母子系驸马爷原配与其亲生，遂起恻隐之心，但欲放不能，欲杀不忍，最后韩琦舍身取义，让秦氏母子逃生，毅然自刎。演出单位：海丰县西秦戏艺术传承中心，我们一起欣赏。
水心莫离莫离，美把王花黄，得罪驸马大闹宫廷，最难用啊。Bye.
不顾来撒你将随公用才来的你将随同明星在门将兵你是随将随名叫秦西林我是他才光小为行平
请我骂他，请
命贼丧尽山歌剧以客家方言为基础，载歌载舞，活泼诙谐，表演形式别具一格。村长扫审鸡就是这样一出戏。该剧通过村长家里走失了一只大烟鸡，在村长扫发现烟鸡丢失以后急于寻找，没想到村中两位村民华蛇哥和金娇姑分别抱着大烟鸡来到村长家中，其实他们都是有备而来的，从而引发了一出令人啼笑皆非、幽默诙谐的故事，让人在笑声中思考。演出单位是梅州市梅县区山歌剧团演艺有限公司，我们一起来欣赏。Thank you.
山保送你在中央地址，村长干部在教会上太结果，你向老去指南，形象高台，各方主带，提拔干众在路一块，一块干部条，向八大摇摇郎，啊不对不对，向八大村长的嘎嘎天吧，请给举手，请给举手。喂，李公公啊，李公公，你很用的搞呀哈？你爱不夸没出母黑在给耶黑没？你就按那种浅纯的年纪里白啦，暴怂黑没？真正黑很当对哦。村长嫂，哎呀，是八十哥哦，八十哥，嘛几事啊？今年有卡，你这位在几爷是咩？是呀，阿妹耶，前半年长做了耶，佮着风都很崩的，有风出大呐。佮就对啦，佮几啊，来同伊请做了耶。哈？你看，哎呀，嘿惨哦，嘿惨哦，佮着风啊，都很崩的，有风出大呐。佮嘿爱弟的前头位啊。哎呀，这义务卡的几页啊，是十分有联系咯。他把相同义务卡盘钱我多，你见早晨啊，我一出去开门，就看到义务卡的几页，同义务卡的几页，哎的，好谈情说爱哟。你咋回事啊？汗上头啊，叔，你到米哈市？哎，心怎么在哦？老外他们几时个个家个个家，顶地来转哦。今天嘛，今天好去谈恋爱哦。至于谈不上谈啥，我尝试过村中太热了呀。看讲的安时啥，给尝试嘛个呀？批准攀亲呐。哈哈哈！哈，买副跨界呀，去太假攀嘛个亲咯。太假？嘛个是太假嘛？今日就是杨吉呀！杨吉？你是个李广播，共用共享来，其中爱凭几分钟努力做下戏呀！金雕骨啊，就是金雕骨。
到我耶，你就讲啊。假冒嘛哎，今早上啊，我不看明冒黑只鸡耶，是咪？哎，本来请到哎。本请着来耶。送着来耶。送着来耶。送着来就好，送着来呀就好。鸡，不过我呀唔得几只鸡呀，鸡呀咪牙味呀。哎呦，鸡你就会注意哦，鸡搞得唔好使，鸡鸡骨头。我死不在，我鸡啊，唔但系百分百嘅良种嘅，而且话绝对系村庄木卡，只要俾一十几嘅，唔信你来看，佢做空啊，就还帮啲人封出袋呐。你就搞唔清楚，佢见下市场红嘅假冒回来产品啊，唔知几多哩。哎，金家哥，佢花话也唔瞒你讲诶，佢爱看。你心热哈，就袂抵得诶。心爱哦，系心嘅。心嘅，带来做审判官。哎呀，几样都会心啊！我同你心存误会。从前那个好，哎呀，金家姑，你系把公审案呐？给我尿什么？诶，去外边出来咋？一开二塔三攀盖，佮一开看嘛佮哟，看佮个小猫梯子呐，哎，来来看，来来看，来来看，阿弟，阿弟，二十几个石头孙哦，大肉片，莫非是八分鸡啊？八分鸡哦。啊陈总嫂，你是最了解我，哎呀，最拉好几刀，最拉好几刀哎！哎，好在几刀，咱们说哈。
个是呢，佮上音是几肥了啊！小熊爱的村庄喊开飞哦，三爷们开飞啦！我三哥，我够惨哦！哎，堂哥，村庄不卡招牌的，嘿呀唔给我！你咋小唱歌的？嘿给我，给我站住啊！哈哈哈！你该死该死啊！都是人啊！唔他，嘿嘿嘿，村长嫂，其实啊，系上神包嘅唔同，佮尤其飞啊，到村长面前为难自己。哎呀，拉拢富三哥出来！四条哥，你系咪买嘛？小心咪咁诽谤哦！你讲，好，送几只醋，见下我先不判解以后。你往外盼得好公啊，公，叔本公，不识讲，给你往外盼得面貌呐，面相当面，不识讲，其实我也唔愿心，怕行一趟啊。
今下还去我同等透露一条重要信息。嘛个重要信息？唐阿个老公公今年的五同神宝啊！有没？会招标。帅哥，来，那咱紧把鞋给你拿准去，赶快做好竞标的准备吧。拿准去。金家姑，你干嘛呀？俺小弟啊，不是失误嘞。陈总啊，你看，哎咋，真系乌卡招聘的一家保安呢，太严格。你看呐、啊，看看一个养的姑，一个不长，一个凶，三刀子左右着卖，提从酒店留的。哎呦，严格不顺呢，顺顺松下力不强。哎呦，严格不顺呢，师傅如虹大先锋。哎呦，严格的不顺呢。好哎好哎，那就莫再补下些，给好法啦，都讲得一太老。金家姑，莫非你有求于俺？莫，绝对莫。虽然俺也想申报唔同。不过，我真正用户招标精神呢，可以给人推嘛。我金家姑的师兄啊，还是跟你送信息哎，给二十个的，真正是我不夸你哦，绝对无假，我不会做到的。看，这个啊，绝对结果，再看脚下风出飘飘。嘿呀嘿呀，这脚风都还蹦得有风出带呢。如果一只鸡啊，喜爱不夸，鸡超好诶！佮阿妹也是面不怕飞，老公开飞转来啊，也可以过一只又一年三年呀！哈，一只鸡诶，还没存做过三年准备哦！哎呦，真贵，真贵哦！哎，为了对村庄的生意啊表示祝福，我来通知鸡啊！哎，慢，为了送葱时间呐、啊。来看，还是我再送一送。哎呀，这么头发呀，要多吃一点。哎呀，再给你做些，做这些啊。喂，老公哦，马吉啊，送笔记哦，好，好。马吉啊，想说送笔记哦，我就最拿手的哦。相爹，还能我老人家心脏好着？哎呦，我给太严格呀！今日就为着人家出案做个牺牲吧。俺那一刀割下去时，你就光用赔哦。慢，刀还留给。用来，还没使用连珠棍啊？金家姑，金家姑。来，今下话也无骗人可以，老实同我讲，真你无乜钱挨。哎呦，哎呀，佮如果可以的话，你就上我同村庄打探一下佮。马哥，招标的表带。金家姑，我今下话去问的，还找我老公来天发讲。几只鸡呀？本日今早晨放起来就吃皮，做好三皮鸡后就直接出门开飞，强兵系往外地诶。金家姑，来，我来。你看。
下面即将为我们演出的剧目是广东汉剧《罢宴》。《罢宴》是一出以老旦为主的小戏，讲的是宰相寇准为自己庆寿大摆宴席，老仆刘妈妈以老夫人当年的艰辛劝诫寇准切除奢华，寇准听老妈妈的一番话深受触动，毅然罢宴。演出单位是广东汉剧传承研究院，一起欣赏。看这花洞雕梁，帐灯且猜，比起往年是越发的华丽了啊，真果是人人攀富贵，今上有天花。大人请啊，列位大人请。妈妈，你在这里呀、啊！陈山，你为何这等模样？哎呀，刘妈妈呀，真相也命我答应一万两，去知苏杭挑选国童女，才办国安乐器，对有五尺山河树一株，翡翠寿星一座。哎，不想被我一时失手，将它打碎，价值四千金。四千金。陈善，陈善，相爷还你红堂文化，还不快快前去？是。陈善，陈善，妈妈，你能救我一救啊！救我一救啊！适才。听臣善之言，相爷之位倾注寿辰，不惜万金之费，命臣善前往苏杭采办，看他如此豪华，未免有些过分。哎呀，且去，想我曾受老夫人临终之托，要我好好照看与他，如今我若不去说他几句，日后倘有差错，我怎生对得起去世的太夫人呐、
陈山之事，甚无为惜，你不要在此啼哭。我不。伤心为着何来呀？我就为相爷你来。为我何来呢？相爷呀，曾享受这一日荣华，若太夫人还在时，见此富贵，心中定然欢喜。相爷，你又错想了我。请老我
自当戒色从今，不忘根本。朕乃孝子之心，朕是为母教，好话自相。从戒见，把言听上。好。越剧《周人别妻》讲的是杜元龙全家遭奸人所害，将妻子托于异地周人家中，只身逃亡。全奸之子延年见杜娘子貌美，意欲占为妾，强迫周人为媒嫁嫂。周人无奈告知其妻韩宝蝶，韩宝蝶深明大义，以身顶替。演出单位高州市越剧团，一起欣赏。
金铺越越加担，怎把血耗一次落面乃把伤难，幸福能怕天晚，惊看日光西散，千家灯火恨延年姹紫，倚仗严嵩势大，强取道家嫂嫂。今晚便花轿临门，时急燃眉，教我如何是好啊！手捧凤冠，翠云花灿烂，恨国擦亮。心丧道弃已赴死家散，怎抗强猛自顾无力还。哎呀罢了妻呀，知你愿郎归晚，我朝急彷徨泪难，可知我未敢归家，皆因不知怎样办。路已静看夜街冷，心战惊怎消再见难。心头一血仍泪眼，周人传意不因你还，继将途待你把数还，无奈开口欲言难，事已言未，且将言妻来试探吗？请坐。父啊，为何转眼之间你便官袍加身？到底是受了何人的封号呢？为夫受了严衙内推荐俾相爷，提拔为长安县令，平步踏进仕途啦。但不知夫你求名何术，请把真情相告啊。系啦，夫人，为夫想问你一声，你话友情好啊，抑或系富贵好呢？两都好，越过相比较吗？
心与友情。哈哈哈哈，好好好，蓝袍玉带总参袍，但愿尊命我入后堂当数我榜嫂出嫁咯。吓你，哎呀，我屁你为咗蓝袍玉带就要榜嫂出嫁，真系太过糊涂啊！娘子啊，这官袍一领非等闲，贼子染恋他。他贪恋嫂夫人，寻他夜落难，欲将花儿夫来准备了奉官啊。过门坏事时光已限，愿具冬雅君啊无力江风恶啊落啊红啊
过齐天，冚家又冚宅，与众热切，人那热性。去是权奸，你有悔吗？只叹昔日断我魂来，有泪啊！唯一的计，只是进退两为难啊！我哋有何妙计呢？无力铁梦罗，以你代图。Peace.
心磊落嘅磊落嘅情嘅心凄然，扬凄对强横，念凄那风云，独抱孤襟变凌岸。望向天世盟伴此生，怕愁云万退半挂。痴心惊碎已初更，花凋临门未去淡，转看空难泪雨花。Oh!
晚最后一个剧目是越剧《刘金定杀四门》，它讲述了宋太祖被敌将所困，刘金定领兵下山，力斩东南西北四座城门的敌将，终将宋太祖解救出城的故事。演出单位广州越剧院，我们一起欣赏。
方人马，上所山刘金鼎前来救驾，升上南门去了。Thank you.
中国的文化和历史造就了中国的戏曲艺术，戏曲也在某种程度上立体地再现了历史。戏曲艺术家们用自己超凡的技艺和无比的勤奋，不仅创造了戏曲艺术的辉煌，同时也为世界文化奉献了重要的遗产。感谢今天参加演出的艺术家们。2021越戏越精彩，广东省地方戏曲传统折子戏展演的第一场演出到此结束，明天演出更加精彩，我们明天见，请演员们上台谢幕。